哇，我的那个聊天室又好回来了。各位安安，各位安安呐、啊！哎、欸，我的哔哩，我就大陆那边哔哩哔哩的也有3万了、欸，哎，我有点恐怖。那我等下30分再来一次问安哦，你们先慢慢打字，我吃个饭哈，还没吃。什么咖喱呀、啊？哦，感觉挂这边好无聊，好没效率，我们去挂猪人塔。哎、欸，后来想想啊。金胡萝卜是好啦，但是感觉直接烤马铃薯好像更好哦。因为金胡萝卜，你虽然它价值跟牛排差不多，后来想想，我还是要养牛，好烦哦，很纠结。而其实讲金胡萝卜是很棒，好像比烤马铃薯多一颗星吧，一个饥饿度。靠！等下，发现一个恐怖的东西，不死图腾没带。哎、欸、呦，不是昨天有拿吗？没关系，来，我们挂在这边吧。我来挂看最有效率的猪人塔。像声音。哎、欸，还没30分，算了，来问安喽！感谢简嘉诚的10颗星星。黄鱼炫吗？安安，奶牛安安没有啊？牛奶安安，凯心安安，空鱼安安，优越安安，贝贝安安，文字安安，陈玉安安，哎、欸、，T I N G Y I 安安。还有谁？飞翔安安，背面安安，一起安安，小齐安安，好没了。哎、欸，那个蚊子啊，你最近一直在当我家的小猪猪的肥料。欸、昨天哎、欸，我跟你讲哦，昨天我真的是关台后又丢了2、3只给他，他很错愕，想说奇怪怎么那么多。他好像仿佛没有丝了一样，在那个猎物前面、那个蚊子前面发呆了很久，然后之后才开始蚕丝。然后昨天想说啊，这边清一下好了，然后又不小心勾到他的蜘蛛线，然后他又很挫折的想说干啥小，然后就早上睡起来的时候，他又把网结好了。哎、欸，你可不可以结完整一点？你那边有个洞啊。你呵呵，午安，午安，午安，在吃饭。我打个字好了。游戏名是什么？属性？吃饭？挂猪人？人塔？完成。啊、你看，大家看到你都会拍手哎、欸，都会先叫你蚊子，有没有？
我希望这只是公蜘蛛啦，如果是母蜘蛛的话，它抱一大堆蛋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把安置它。而且它好像真的变胖了欸。欸 ，Hello， 你有变胖吗？我看一下。更新小猪猪日常不可能啊，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怕虫，不太敢放。像哈基就是会怕蜘蛛的啊。不过我之前的那个蟑螂那个什么蜈蚣啊，还有那个雨天会有的飞蚁的那个影片，哎、欸，观看率超高哎、欸。啊，不胡扯了，我爱吃饭。然后，如果我的队友有回来的话，我等下就去打魔物猎人。嗯，我一个人在刷、啊。嗯，等我吃饭完来刷啊。一个人不是也是打四人血量吗？肥猪猪，猪猪猪。欸，看到这画面我真的很好奇上面到底是长怎样的，马上看到马上摔下来，好好奇哦。最最安安，安安吗？这边，安安。那个 JUNWEI 你怎么称呼啊？什么伟？俊伟吗？还是什么？啊，他叫老吴哦。哪个是吴啊？吴不是 WU 吗？哈？请问 W 不是 WU 吗？是我英文真的太烂吗 ？NG 叫做吴哦。NH45 到底是 H 还是 G 啦？我自己找野团刷两场都一次过也算垃圾。
错字也真的是夸张。晚上应该是打见面，可是我在考虑要不要参加、欸。最近发现打 PVP 都开始有点累了，懂吗？我发现我的，因为之前都不会发生这状况，可是最近打 PVP 啊，我的手都会去按到那个侧键还是哪个键，就害我灵敏度跑掉。啊，一跑掉就开始又是要把它按回来，然后按回来的过程中又被杀死这样子，可能太激动吧，还是老了怎样的？可是你看哦，不参加的话，晚上又没什么观众，没观众我业绩又差。我要做后勤，你还是要去会打到架，王国之战。我不是打歼灭战的。歼灭战不像王国啊，歼灭战的物资就是固定的点啊。啊，你会被去骚扰的，就很正常啊。嗯。而现在。现在优势就是那个啦，应该说一直以来的优那个啦，攻略就是人海啊。你只要超过三个人同时去挖核心，一定可以占用到很多时间，一定挖得到一两下、啊。那只是送头问题而已啊。或者是你可以趁那两个人去挖完之后，大家就卸下心的时候，就开始再继续挖。我记得以前哈记有用那个啊，就是你的分数落差多少，然后对面就会有啊，那不是那哈记做的吗？就是你如果啊，对，是就是你分数落差多少，然后劣势方会有那个送装备。后勤就是农资源啊，铁资源啊，绿宝石资源啊，那些啊，删掉我就救主要帮忙挖资源的我，你在打什么啊？哦，救主要，我以为你打到教主要帮忙挖资源的，我以为你是打教欸。还在吃饭，等一下，我根本没吃到饭啊！完全没吃到饭。而且歼灭啊，人少的话，物资分配真的会不够啊。五打五的话，一个人守家。剩四个人嘛，啊，如果一个人负责挖核心，剩三个人农资源，然后一个你看，一个挖金，一个挖铁，一个挖红石，这样就是刚好分配完了嘛。但是只要遇到对面两个来骚扰的话，反正对面如果一个是前期一个不守家，然后跟着人一起去骚扰的话。刚刚在麦块挂声怪塔，发现反正也在挂，没有啊，想说
要挂就是挂在那种看起来有效率的地方啊，这样看起来才比较好啊，才会觉得哇是麦块大佬哎、欸，有没有？挂一挂就这么多啊，这个要清掉，等一下，你看，才发呆聊个天，豆豆就已经满到这边来了，应该有鸡吧？好，鸡放这边，不然就是挂这边。而且站这边有个缺点啊，会有影有影。我觉得好厉害哦，这猪人塔怎么那么有效率啊？之类的。不然就会有人问说啊，你怎么不做经验的？就是过猪人走过来会自己死掉啊，死掉之后会给你经验值的那个啊。哼，还缺经验值啊？盖个安德塔随便打一打就一大堆了，还缺经验值啊？啊，不然就是做个经验熔炉，只是我到现在一直都不做，因为我觉得经验熔炉我觉得还好。东西，你要是有经验，都近视大佬，就要看呢。我就只是爱盖一些设施，就看到网络上可能有些设施，看到然后去理解，理解就自己找方法盖出自己的方式的作品。啊，不是说你看人家可能盖这个 A 的方式嘛。啊，我就是想办法盖出属于自己的方式嘛。像人家是挖到最上面去破鸡眼，然后盖这个东西，然后都要盖到最大最大。啊，我没有，我懒啊，我就是直接在岩浆上面，然后盖个一半的大小，效率就够了啊。啊，而不是说你破到鸡眼上面，可能这名那个什么原作者是。全都是用鹅卵石，哎、欸，石砖盖东西嘛，那一直是换材质用鹅卵石盖而已。那掉下来的东西，你可能玻璃只是盖个换一个有颜色的玻璃这样下来，那这没意义啊！你就只是把人家材质换，就像你描图而已，你描图只是把颜色换掉而已。我曾经就遇到啊，那时候就是描我的图，描完图还说哈，换颜色也算是抄袭哦。哇靠！你是多小啊？那我记得那时候他好像是国二的学生吧，小弟弟，好像小妹妹吧。他说：“哈，换颜色也算描图哦。”所以最早以前发生很多就是人家盖那个。铁巨人生怪塔，感谢风间，是风间吧？感谢风间的支持。嗨 ，LHIWENZ。像最早以前就是村民的铁巨人农场，不，村民繁殖的方式，对，那时候其实就是。就是很多各式各样有的没的啊，那最重要就是很多人只是方式一样，那只是建材改了，因为建材不改的话会不会说抄袭？只要只能改建材，或是你盖的位置，很多人是盖地表啊，就有人说怕抄袭就盖地下这样，
像我觉得很，我们这边也很多很可怜的啊，那些生原味生存的都要想办法生出自己的房子，不然就被说抄袭，对吧、啊？那最好笑的是有一次哈记就是一个人在生存，那聊天室就在那边键盘说那个门要有很多门啊，什么鬼东西的，然后就该叫哈记盖，我盖到那个聊天室不爽，我就直接打那个 call SK 叫哈记。然后我就说你们聊天室不会不要在那边乱骗好不好，门要因为早期的时候是门的那边要晒到太阳，那个才算是那个户外，没有晒到太阳的方块叫做室内，这样才能变成一个村庄啊。那时候聊天室不懂，以为只要什么门上面放玻璃啊这样就 OK 了啊，什么鬼东西的就讲一大堆。哇、哦、我气到整个就是反正不想理嘛，那时候因为我在画自己的事情，然后就开哈记台来听。然后我气到整个打电话 SK 给哈记，然后我整个骂到超不爽，那个人就安静 不敢讲话。然后后来去搜寻他 ID， 就发现他不在聊天室，因为乱键盘，气死了。他们那种就是只看别人盖啊，没有去了解实际那个啊运作的那个机制。感谢凯兰，不是凯兰，感谢风泉的五十颗星星啊！为什么你要个凯字啊？好烦呢、欸！就瞄到就看那个凯字，就是哦。啊，凯兰是我早期的一位大干妈，她那时候也是我当时还没有退取的合作伙伴，当时就是很支持我的一个香港人。那最近也在忙自己的事情啊，我去关心他一下，因为他人好像还在大陆，关心一下。凯兰，哎来，哎呦，交男朋友了。嗯，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耶。你好像还在大陆哦。哦，他没在大陆了。好，我继续开台。对啊 ，FB。好，我们回来了。没有慰问他，因为他那边也发生很多事情，然后现在他过得也很开心。哇，我吃饭吃了30分钟还没吃完三分之一耶！我现在才吃到四分之一耶！我的天哪！我们这边刚好是一重三斤，我不知道青木好不好，青木也可以，但是那三好会挂掉。你都喜欢背着我们跟别的人好。啊，你有没有要带我啊？我等等吃完饭不知道要干嘛，还在卖块。嗨。
不是，就你的 ID 有凯字哈。哦，对，凯兰 ，FB 有时候会吃留言哦，所以你可能会看到有人叫你，或是你看不到他而已。这是一个恐怖的平台，只有我看得到大家打字，但大家可能看不到互相打字这样子。我再打一次凋零，没有凋零就那样打而已啊，你就想办法。我先问你哦，那个老吴，你有没有那个打完中介龙？那个老吴，你有没有打完中介龙啊？哦不，我又被以为了啊！对啊，她男朋友超好笑的哎。那时候她跟她刚好聊到我的事情，说他们两个都知道我这样子，超好笑的。我说你看吧，这是一个可怕的存在。啊，那位老屋还在吗？你是要打凋零骷髅还是凋零？凋零骷髅就是一个平台啊，然后就开打、啊，就这样而已啊。哎呦，真大小！哎，不是，我现在这个装备不能打，我没有防火。啊不是，我真的最讨厌就是人家问完我问题之后人不见欸。你干什么？不是啊，他说麦块的不死生物会想要采海龟蛋，可是枯弓跟凋零骷髅不是也是不死生物吗？对啊，目前就只有四个人打字，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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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属兔，所以追随我。那他可能大我一岁，我属龙哎。你看我差一点就属兔了，可惜我差一年就属兔了。哇、wow, ，按到 button。
炸，那位老吴在不在？那位猪头像的老吴在不在？你是问我凋零骷髅还是凋零？啊，又是怎样？哦呀呀呀呀呀！我打到头了、欸，哦，对不起，我幻觉，我的幻觉，啊，捐献什么？因为我男朋友不会玩麦块啊，不是啊，怎么觉得麦块幼稚欸？你可以把麦块当成那个在玩啊，乐高玩具。欸，不能说乐高幼稚啊，乐高是不会幼稚的东西耶、欸。乐高伴随多少年、多少人的童年？对吧？哎，不是啊，那个叫我教什么？啊靠，他人不见了，我要怎么教啦？哎呀，很会躲呢！我也不想教了，回去逛了。饭还没吃哎、欸，为了他跑过来，我的天哪！我饭还没吃啊！我靠！我刚才问你人在不在，你在那边给我不见。哎、欸，你是问凋零骷髅还是凋零？这两个差呢。是啊，有问题我就会回答、啊。你先下车了，好，拜拜，拜拜。如果你那个打凋零，你看不到老吴留言，重整吧。
哎、欸，那个老吴啊，你如果打完中介龙啊，你就直接去那个中介龙下面那个龙蛋的平台下面，你挖个两格高嘛，然后就放一个活塞，然后这边放凋零的三个头之后，看好，躺着放凋零，一放好之后你就按那个按这个活塞按下去，那凋零就会卡在鸡那个鸡眼里面。嗯，猫子安，我吃饭了。你一直都在不留言，靠，不是啊？你问问题，我一直狂问你在不在，你要讲个话，是礼貌吧？不然你以后讲话都，我都当作无视哦。干，你那边问问题，问完之后人不见。香港一堆二字出头的，没事没事，我也三出头的啊。我也三出头的，打满现在哦，不然只能挂麦块啊。我还没买麦块，想说换个好一点的电脑才买。现在电脑，你麦块其实不用太好的电脑呢，你只要不用内嵌在玩，应该都跑得动了。因为我曾经是用内嵌在玩，结果就是我只要离中心点到一，好像离中心点600格外，我就会断线会卡。我不知道是当时的设备问题还是怎样，就是跟别人玩伺服器，他们都可以跑到几千格以外那边探险，就很羡慕他们。我就只能在600格以内，600×600格以内，再做一些务农啊，就是等他们回来。你快二出头，你才快二出头嘞！你才快二出头，我都已经三出头了，你能不能快二出头？对啊，那装模组啦。你像装什么光影啊那种。云南安安，
我以前是用 Win7 在玩啊，也还好啊。哎呦，我之前本尊的那个铁巨人送欢就是 Win7 的啊。哎、欸，今天玩麦块，不玩歼灭。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吗？没事啊，我也很多多人游戏当单人在玩呢、啊。哎、欸，我最早以前的 Don't Start Together， 就是当一个单人在玩呢、欸。哎、欸，这首是王子变青蛙的，我不知道哎、欸，真爱不是吗？超级鸡马自己玩也太可怜了吧！你买来干嘛的？我超级鸡马是蔡家送我的，那时候看到哇，400多块钱的，不要吧，他就直接送了。然后就买某一次是直接露营在玩，玩到快发疯，就第一次超级鸡马的精华，这次我们私下在那边玩到已经 K 笑了。
吃完了。哦，然后啊，因为真爱跟刚刚那首你那个最爱就是你，就是王力宏唱的歌，就很像啊，这是真爱。对不对？这边，然后这是就是爱你，这边都是一样，再不一样是这边。就这个，这边很像，然后这边就是要把是接这个，要么就是这个，所以有时候谈一谈谈到我说会把两首曲子搞混在一起，我好了。哦 ，Switch 的哦。好了，还可以。咻，来去拿不死图腾，无等你安怎死都唔知。后面知道为什么他们副手都要拿不死图腾了，因为你要嘛装鞘翅就搭不死图腾，然后要嘛就是穿那个不死图腾或配吃的啊，要嘛就是穿那个什么胸甲，然后副手放盾牌这样，因为你就是胸部少了一个防御啊，所以才会都拿不死图腾。奇怪，我记得本来有拿，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有没有回我？没有人。哇，我们家 HTT 好像在忙耶。没有空理我耶，小史莱姆，好，哎，我好了，我可以去玩。啊，我们换游戏，离开游戏。然后昨天开台开到后面不是关台后嘛？关台后我马上就是断那个档游戏那个画面这个档机。这什么鬼味道啊！天哪，我喝那个新的魔爪口味。哎，分析，嗯，去咱电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哦，叫他来了，什么叫他来了？
我叫他来了，快，机会码贴给你了，进来进来。我在了，我在跑了。好了好了好了，进来进来进来。开始游戏。哇，还差进来了呢，好摇。啊？没有。哎、欸，尴尬了。对啊，尴尬啦、啊，就刚刚那个人在里面啊，还是你看他们外面有没有缺一的？哇，哎、欸，这边刚好八个哎、欸。搜寻。我们先打完吗？好啦，我们先打完吧。好，我们先打完，不然他就有点对不起他的感觉。他跟了我们半场。没关系啊，没关系、啊，那就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好，那我们就当真的没关系啊。没关系啊，都这样啊。不行啦，他都陪我们打完半场了。我知道啦，没关系啊，不要理我啦。所以我一进去就开始控了吗？一区不用控啦，真的啦。欸、不是啦，我说控是 KO 啦。那请问打法如何？打法怎么打？建议是一个远程，三个近战啦。远程负责打翅膀跟头啦。近战，其他近战破四肢跟脚还有胸口，哎、嗯，四肢跟尾巴还有胸口。好，比较快啦。不然，啊，远程的尽量负责拉伤害，拉伤害，拉仇恨吧，仇恨吧，拉仇恨啦。没错，反正仇恨就是上去干他的头一枪就好了。嗯。这个算了，这个算了。哦，差点甩到我。是我那天昨天主机剪不够，都没有纸，都没有五纸的、欸、也没四纸。你有在剪吗？昨天你不是有啊？我昨天剪的也很勤哎、欸，前面啊，后面是挂网。只要接任务就好，不用接什么前置了吧？不用不用不用，就跟那个龙人讲个话就好了。等下他晕了。観測隊から来たゼノジーバの生態、その名も赤龍。是不是有？啊、有砸他，有砸他。我砸了，我砸了，我说我砸的。我觉得有，我还想说有没有有点远？没有没有，尾巴可以砸，我就先砸。应该是有砸到翅膀啊，看那个位置。哇靠！刚刚有人给1000块哦，对不起，我现在看到。感谢 T U N G， 感谢你的1000星星。啊，你又知道在开台吗？我知道你在开台。我说另外一位。啊，我没关系啊。没关系，尽量讲话。哎、欸，咪咪啊，没事。他不在我们聊天区里面，应该没关系吧？他没关系啊，他你会听不到他讲话。啊，没有没事。哎、欸，我干嘛会不断要白痴哦、啊？打第二轮就随便打啦，第二轮杀不掉就真的很可耻。哎、欸，不一定哦。我来让你们可耻。太烂啦、啊！来，可耻。来，一起按我最烂那个图。我最烂。那他知道我最烂这件事情吗？他不知道。好。好，装了没下去，就直接到山区啦。好了，要断尾哦，上一场没断尾，所以这场 我知道。那等一下一超零接，我就先免。我们上一场四肢跟尾巴好像都没有破哎、欸，但分数会不够、哦。靠我哟！要装破坏王哦，要一定要破坏王，不然你破不了。他的部位超难破的啦，有个苦的。啊，那拿锤子是不好啊。也可以啊，你锤子可以锤脚啊，所以是还好啦。
镶嵌。我看人家配都是一个重弩，然后斩吉斧大剑或是太刀三个、欸，很少看其他武器。应该还是可以啦，没有说不行。红变装备。他就是发电键了。然后他锁你啊。他晕了，他晕了。哇，看一个这个魔爪新口味，哎、欸，还蛮好喝的哎、欸，很像夏威夷披萨的味道。花的发没有啦，有没有林姐？好好，我准备睡，我准备睡。哎、欸，还在打我，还在打我，没办法睡。有啊，睡了，他睡了。哦，炸胸，炸胸，炸胸！啊，看，等一下，我绕一大圈，是不是？嗯，不是，啊，不是，因为有看到人穿滑空衣装，是因为擦破啊，王是不是？我不知道哎、欸，我穿滑空，我也会穿滑空衣啊，就是珠子的问题啊，有四等珠可以塞啊，开吧，开吧，怎么开？就直接炸爆棚啊！看谁要龙级还是什么的、啊。哎、欸，等下他大尾，他大尾。嗯，破坏王叫什么猪？重级。几个洞啊？二等洞的。哦。他现在是谁？哦，是你啊！对啦。等一下，我没东西，我没东西用。没有东西吸，他仇恨，等我一下。仇恨已经拉到我，不知道能不能改、欸。你去试试看。他刚刚说卡住了一下。没有啊，他站起来而已啊。有什么在空中飘？我一直看到他在空中飘、欸，哎。有，我锁定了，我被锁定了。可以改、欸，那还不错。有他开大了。你们在同一个集会所认真，有一个我的很早以前的观众，我们在同一个集会所。你是谁？你是谁？你不会正在跟我们一起打吧？你不会是跟 HTT 他们在同一团吧？成员清单，你叫什么名字？你还不如果是的话，请你认真打，不要再看他的实况。妈的！妈的！不是，我认真打。你等一下，我要跟你换位置，你知道吗？你干，你不认真打，还在那边打字。如果你是别团的话，那换你打。哇，太巧了吧！真的是他？真的是吗？哎、欸，那边去那个蓝招的地方，韩冰。然后等一下，有看到你后面吗？啊，没事，我转身还在下，我一下。这里。干嘛 ，baby？ 他一过来就直接拿石头砸地板就可以了。我没有石头啊。有，我有砸了，这样就一千砸了。然后另外一边还有一个，一样带过去。啊，我转身没了，好可怕！他晕了，晕了就先打，哎、欸，我还是没石头、哦。我有，可是他还没到啊，他连头都还没靠近。我是先跟你说一下而已。哦。啊，感谢你的提醒。因为我这边也没办法捡啊。你要骑？对啊，骑上去了，骑上去了。有，我炸他了，已经炸完了。你们继续弄尾巴，我去扣头。断了。好，我以为他要爆地板。哎、欸，我的麻还没用哎、欸。那
很好啊，那很好啊。别开马哦！骂他骂他！麻了麻了。杨宗熙，你是哪一位啊？直接把本名讲出来。等一下一进去看他的游戏 ID 也是本名就好。我没有，有没有办法转换一下目标？啊，我捡到，我捡东西，我捡东西，等我一下。我在这个聊天屏打字，杨宗熙，你是谁？你该不会叫波多野台妹吧？我啊，我需要转换哦。好好好，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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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到一半被炸下来，他晕了他晕了他晕了，不要紧张，他晕了，我也晕了，晕了，你妈妈都爱得你吗？哭啊哭啊哭啊，开大了开大了，我在空中你开大，李老师李老师李老师，哪位是究竟是哪一位？来，这边有，成员清单，这边有九名 ID， 我一定不是嘛？我是繁星啊！啊，我们两个都被咬，哎、欸，不是，是他被咬。然后 HTT 是认识的吗？好，排除这两位。来，七分之一的机会猜中羊。来，请猜，我们的洋葱大大到底是谁呢 ？OK， 我被打了。你是英野莉亚？哎呦，是你们那一队的吗？我被咬了，我被咬了，我要死了！我在傻，我在傻。等你被喷完，我再傻一次。完全猜不到英野莉亚谁啊？滚哦，滚哦！加油！身上已经满血了，还行、啊。哎、欸，隔壁团打完了、欸，哎。他们已经逃跑完了，我们还在逃跑、啊。可怜，不好意思啊，攻击超低啊。啊，你们是怎么进来这个集会所的、啊？我不知道哎、欸，还明找的，还、欸、少掉了。那个，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去巴哈找到的。哦，哦，原来是巴哈的，我以为是你朋友的。干嘛？哦，尾巴我踩了。你要干嘛？刚刚我在躲大了的时候，刚好掉在石头。所以你猜出来他是谁了？他讲出来了、啊。好、哦，他是野台妹是不是？不是，他叫英野莉亚，完全猜不到字，完全猜不到的人。我还在想说是麦克华斯基。欸、有麦克华斯基耶，有啊，大眼仔。借我尾巴、啊。干，我跟你讲，我做了一件蠢事。嗯。我忘了挖他。水哦。大龄鳗鱼就这样没了。靠呀！我也只挖了一次，干。倒数十秒才想到我要什么事情忘了之后。反正最后会 很多、啊。哎呦，有十五哎，哎，不错不错，不愧是打两次的。不要等我们熟了就打得过了。可以啦，一场就可以过了，就是要打习惯。虽然我第一次打就一场过了。你是被习惯的人打过的啊？没有啊，我跟完全第一次打的一起打，只是我们输出很高，就是我们都是神经病。我那一场里面有三个 HR 是999的，加我一个，很扯。完成度15。等一下，等一下，我电脑爆了。水哟！起来啦！
四岁。我打到三把兵了，四把兵了，都没有啊，全部都兵啊。哎，你知道你可以换武器选你要的武器这件事情吗？我知道，我就是换啊。好啊，那哦。我也知道这件事情，早上在听人家的台那边剪片，要记得啊，不然的话你一直拿重复的武器去刷，很浪费。我跟我朋友刚好四人组满，看你要不要找亲友一起进来。有啊，我这边就是亲友啊。有啊，我们等下就要把一个人踹走了。对啊。啊，你怎么知道我有开台？你是谁？为什么平时没看过你出现？完了。对啊，他可能跟我一样不喜欢打字的、啊，对不对？默默的关注。你也没有打过，你也不知道我的聊天室啊。我现在开了电脑会爆掉啊！我手机没电。不要开啊！都别开啊！好。阿内熊后，哎、欸，我觉得我还有谁要接？我来啦、等一下，我还在挑武器。挑还在挑，还挑啊？不知道怎么挑啊，干。啊，就选你喜欢的呗。我还看过你本人、欸，哎、欸、靠，真的假？靠，你刚才就看呢、啊？我看一下哦，我看一下你照片。哎、欸，睡眠大件好吗？哦，看，原来是你哟、哦！你换什么大照片啊？白目哦！睡眠大件还不错啊，还行。这个人是我还在美联社工作的时候有来探班过的人，那也是很老嘞。哎、欸，完成了，我还要先出去是不是？嗨，好久不见。可以继续打、啊。没有，我只认识你的头贴，不认识你的。不是、啊、他出现那个。出去就只是对话而已啊！你全部刷完再出去跟他讲话就好了。好，那我接了。好，妹妹，我这边要接了。我接了。哎、欸，其实我们有四个人，我可以锁哎、欸。我讲那么多干嘛？不是少一个人了吗？一个第一什么不是跑了？对对对。对啊，我们是四个人啊。欸、他被我赶走了，我刚刚狂私讯他，给他一个我最烂。他意思是说这个人很烂，需要队友。他懂了，够老老哦。还真麻烦。哇，这姿势也太跳了吧！你瞬间跪下来，要吃餐具吗？啊，看我没吃饭呢、欸。那我吃了。啊，第二团是不是没有要打？你的鹰野团？我不知道、欸、他好像还是会打。他跟我说，问我们要不要找人继续。可以叫他赶快继续刷，我们需要别人帮我们。有报酬金。哎、欸，干那个。刚跟我们打那个就没办法加了，爽啦！我们他人数刚好，还排挤别人的队友，没办法，我们就只能为他默哀三秒钟。一二三，好，走吧。没办法，出外靠朋友。没错，我们这靠关系进来的。对啊，这是后台的力量。好，请问一开始怎么打？就是一区，就是把它揍到落石那边砸落石就可以了。嗯，揍到落石，所以跟那时候一开始打不一样。要用揍的啦，不能用拉的，就是边打边走。他右边，你就要打他的左边，你懂意思吗？哦，把他打过去哦。跟巴你要用打的打过去，他会挡去。啊，懂意思了。Go to you.然后嘞，现在嘞，在等什么？走了，没有在等你们，然后一起下去。
は消耗するとエネルギーを吸収し、その場のエネルギーが枯渇すると仮想に向かう。これを利用して仮想に追い詰めるぞ。好紧张哦！看他第一个先撇哪里啊？好啊，你看他头撇哪里打哪里啊？好了，他头也撇。他在干嘛？他在学八加九叫嚣。然后我把软了，我先打翅膀哦。好、哦，我会哭啊。好了，打龙的左边吧。龙的左边哦。龙的左边。哦。对。他还是会换位置啊，就是他身体还是会转，所以你不敢。啥？哦，不好意思，我在看龙的动作。没事。啊，我赢了。那现在嘞？已经拿到左边。哦，好。等一下，他要转身了。现在是怎样？还行啊，现在在中间，两边都能打。就看他先挡去哪一边了。他挡去了，陷阱区了，好吧。也行。哎、欸，抱歉，我在打后山。夸翅膀啊，还行、啊。可是我扣翅膀要扣到你啊，你在上面。不会，我不会掉下来，对吗？好，有了，就是那边了。看来打他的右边好像比较近哦。对，打他的右边比较近。其实两边好像差不多近，说真的。哟。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好像可以哦，这个哦，看懂了。对，没打到垃圾。好，他刚好转身，垃圾龙。各位可以回家啦。什么意思？可以别打了。没有伤害不够而已啦，就是不能一场、哦、一场过，没办法。因为我那时候打跟他们打是两颗落石都有砸到，可是打完的时间还是十七分钟多哎，就是一场过的时间，还蛮紧迫的。不能浪费掉任何东西。有气。哎，我打左边。完全不懂他的攻击的模式啊！看看久了就懂了。在看的，奴隶在看的。你打多久啦、啊？我也才打第四场而已啊。我除了他的吐息看不懂以外，其他都还好。看那个吐息一转头马上就喷了、欸。他吐息很怪、欸，他的吐息头明明是朝前面的，可是他会突然喷后面，很扯。两亿都爆了。好，打背哦。现在打哪？都打手。你打四只啊，四只跟后尾巴。好。没了没了没了。
没事啊。有啊，被迫。我可以打头了吗？可以，可以，可以。干！他晕，他晕。他晕，他晕了。好像在关他厕所，没有没有要打过去的意思。他就不过去啊，我也没办法。就是他算了，应该是要打两场的。一颗落石少四千伤，哎，很多。我没弹药了。吓我一跳！哇！啊，二区不能呀！二区没什么好注意的，就是打，狂打就对了。能破的不会尽量先破了。好。一区跟三区比较有特殊的那个东西可以用，一区就是落石，啊，三区会有燃烧的气体可以打。燃烧的什么？气体。有带新手吗？抱歉，我现在还是新手。新手，我等我手吧，我现在还在问。哎、欸，我下去哦。哦哟，我们已经下去了。好，尾巴软了。好的，好的，搬家，搬家。被踹狗了。哦，超不爽，好多次了。哦。还是我踢的，就转身穿着吧，你发了。晕了，晕了。OK。等你哦。他是不是走过头了？啊，那北七哟，再重击一次就好了。哈，连续两次调皮斩，还想调皮啊？按错了嘛？
哎、欸、你看这吓我一跳他就在瞄你，你还在我前面晃来晃去。你们两个在头部很嗨呢，我们两个在尾巴的没什么事可以做。破拉头。好。来打！打！打！哦、来了啦！游戏拜拜，剑切，好剑切，叮！啊，这时候有伤害吗？这个没有没有，这个没伤害。哦，还有我刚刚一直他还吸地脉的时候一直按剑切。哦，那、啊、现在要去第三了吗？没有没有，伤害不够他就不会下去。哦，哦，帮你杀吗？奥利给，奥利给！等一下，我直接去找你了啊！有抢了。嗯嗯嗯，哇呦喂、欸！有了，他的头是看前面的，可他突然往后喷。对，他会往后瞄啊。没有，我刚看他的头是先看前面，他的头在转的。他嘴巴有光的时候，头还是在朝前面的，然后是往后喷的时候才转的。这一招跟斯套龙学的。对。对啊，怎么声音？伤害太高了。我有一直打他头啊，要吸吗？你怎么跑掉了？开始我把他撞走了。我被咬了，我被咬了，帮我撒粉尘啊！我撒了，你先喷到地板，我再撒。好好，有了有了，没事了没事了。不干怎么操哎、欸、我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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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掰了我飞起来了我飞起来了掰啊吉林这种事 你没堵到是啊可是我晕在那边我动不了啊没关系刚好都回来了就比一下太阳大绝！我三颗都还没补嘞，一颗石头有点恐怖，应该可以的。我可以下去了，可以啊。好，下来下来，还大绝没？喂、欸，哎、欸，我好远，爹，我三分身，没事没事没事。他是只要吸完之后就要重新软，是不是？对。好。他吸完地脉能量，所有软化的部位会回来。嗯。现在有人被抓吗？被看吗？没有。哎、欸，哦，还要开大飙下来是不是？对。哎、欸，那个石头真不安全。
喂，哦，喂，心情不好，七刃大回旋的前一下就断尾了，还有最第五下没扔到，心情差，犹如姨妈来一样。你不要记得哇。你妈妈突然查密码。哦，惊叹号，名次龙的重尾。みんな行くぞ。あとは押すだけだ。最后一区就平杀。应该是打不完。打不完，一定打不完。要留十分钟给最后一区的。前面一二区只能十分钟。哦，吓我一跳！那这样子，隔壁团是不是也要再打一次啊？还是没差？看他们啊，他们如果有拼杀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哦。我其实不知道。杨宗仪，你知道吗？干你屁事，有没有？啊、他感觉打很久了，你可以问他。我也是菜鸡。多打了三场，因为刚也是十二点多才看你开始在打、啊，想说早上怎么没看到你在游戏上？你是早上在睡觉？我昨天我眠吗？我眠吗？好，可以。我是被锁定了。是我夜。他睡嘞。好。放胸口。放胸口，放胸口。我来了。把你变不见，把你变不见。好，看你们怎么炸、啊，炸完我再去炸头。好，我炸了、哦。好，龙。哎、欸，我破胸口，还是没人打。你破胸，你破胸，你打，你打。好了，头都断了。靠！我全弹丢了，他被锁定了。打他！麻了，哎、欸，怎么麻了？掌击斧到底打不打得到胸口？我看他们都是拿大剑打胸哎、欸。怎么打、啊？大巨人那个。就直接去砍胸口啊！蓄力斩刚好会砍到胸口啊，高。对啊，我不知道斩吉普能不能这样炸到胸口。胸口的分数蛮高的。哎、欸，他开大，他开大。有陷阱哦，蓝招的那个。随便转，随便看，随便看。没有吧？在他旁边，这边可以打。这有石头丢一下。等一下，我没有石头。我也没石头。哦，这有石头，丢一下。有撞，有撞，有撞。我不知道哪里有石头。我刚不知道哪里有石头，往空中乱丢了。他走了。他跑了。哦，好。大概知道了。看，跑来叫嚣。啊，那洋葱，你还有在淡大吗？还是你已经毕业了、啊？怎么地脉能量才吸这么一点点、啊？
里面还有啊？有，还有一团啊。要等他们吗？还是我们直接去？等一下，剩两分钟而已。好啊，等他们。美洲雷狼兽龙古龙牙龙绿丹。好，牛奶，拜拜。更变装备。我接了哦。好，明明那个 HD 接了。什么多少？哎，我没看。我是穿件。这个任务还没破了。那个问号是怎样？要破过才会出现。对的，就是你没有打爆，它就不会出现。右翼上面是什么？哪里？哦，你18年毕业的哦。我这边也还有吗？五个问号，我其实还有5个。是可以的，好。我有六个，我有六个问号。哦，还有突袭的塔下面那一个。看，我们竟然有共同好友，傻眼。不是讨伐过了吗？对啊，我还没，可能是还没回去汇报外面那个吧。怎么样？啊，我最终目标は討伐だ。奴を見失うなよ。来帮大家喝。哦，那么感动。大家自己喝。有。那我把药放下。哎，我还没有去跟那个爷爷回报，看这只怕什么。怕猎人。是蛮怕的。他是怕塑胶袋。哎呦。看到塑胶袋就怕，那上面蛮多的。有回你好友咯，只是我吓到我们有两个共同好友，不知道是谁跟谁。怕怕怕怕怕，那全部打胸口啊，有办法的话啊。你们的四肢是不是也还没有爆过啊？说真的，对啊，对啊，那靠后吸了。他大腿打死你 ，OK 的。哇，那个有三血啊！还是我要换大剑，斩肌肤打胸口好像不切实际。
看起来是打不到。有人要把他打去落石了，在打啦，我在打啦。他换了。应该也会直接换吧，好，那我就不管了，全部打他右手。对，我现在也是狂打右手。三发都没分到我。我被秒了。听他讲说他红眼的时候会怎样怎样，我也忘了。嗯，为什么卡住？对啊，这为什么不懂？还要等他完全下去。这边怎么有隐形墙？对啊，等他完全下去那边才会开放啊。很好笑啊，就会卡在那边，没办法。盖亚吉。你见过这个声音吗？那脚给你们打，我一样去断了。哪个脚？四只啊，看你们要先破哪一只就集中吧。我现在专注的打他的右手。好。我等一下超临界之后，我先粘他，然后就开始打。要先晕吗？好，我先就先晕了。英雄怎么没有触发呢？免他了，免他，免他。我们这边到底是算胸口的伤还是四？胸口啦，炸吧炸吧，我忘记带了，抱歉，我抱歉。开炸了！炸炸炸炸炸！哎、欸，打我干嘛？我不小心的。打得好！看他要给我几发龙之弹了、啊。好，给我一次。
我去抓仇恨，我去抓仇恨。好，你要去吗？哎、欸，到底。是不是？没事。是啦，是啦，是啦。你说我是不是还有点紧张一下？我往外看了一下，想说、好像也怪怪的，对不对？对啊，我抓了，左右我抓了。哎，引一下，左右两边都有那个男然后我在引，我在引。啊，那个火，你是说要把石头往那火丢，还是？对，就是他在上面的。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丢到他了。有人去丢？有，我在丢。有了一千。还有另外一边哦。好，最好是胸口上去的时候炸，不知道会这样，应该也会算胸口的伤害吧。我在另外，我去另外一边等了。好。哦，看狙击手喷那么远。有抓到他。胸口，胸口。很少、哦。哎、欸，还有一边有气体。哪里？他的另一边，卡斯那边。我看到了，我移过去，我移过去。我在，又转头了。哎、欸，有没有办法用？有没有？有没有？有啦，这个有啦。我这边吧。OK 的吗？我是去注意了。他四只还没爆嘞、欸，也太难爆了吧。自己没有爆过他的四只。好，拿他，拿他。好了，我抱了他胸口、哦，没有用。前面走。我，没关系，不用理我，你继续打。我可以过得很好，应该。哎、啊，我被尾巴扫到。干，又被干，我也是。哎呀！不要动尾巴，我离开，我离开。有谁？好。怎么离石头这么远？
无血号我吸仇恨了。啊，不然你吸啊。开始了。怎么弄呢？你有带免吗？哦、好啊，那下一次我们免两次看看啊。叮！哎，用子弹也会爆、啊？嗯？那个地上的烟呢？哎，手把没电了。还好是在结束的时候没电。哼。断线了。嗯。所以是要换青弩去问他。看你想拿什么武器就换啊，他就是一定会。有人说水青弩是好的吗？我没有研究青弩，我不知道。水青弩打错甲。对啊。哦，那不错啊。我要换水青弩。我断线了。好，等下还要重点过去。领取报酬。哎、欸，我刚跳的电信错误是怎样？我现在出来又看得到你。赤龙狙击弩水吗？是吗？阿力？啊？是吗？等一下。好，他不回答你。洋葱是这个吗？在问观众。我贴在 Discord。好。哦。哦。水青弩，所以是叫赤龙狙击弩水吗？我还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也是问这个问题。对啊，啊，对啊，啊是哦，好，呀呀，毕业啦！我只打一把，这么好打哦？对啊，哦是这一把，好，先拿这一把起来。然后身上的，那我看一下哦，还有什么？锤子，锤子，锤子，龙破爆破，龙爆破，打到了欸，睡眠两个，睡龙的真是不是什么？哦，挑战者。哎、欸，然后他不是有什么蛮恶的霸气？那个是什么？还要再另外刷吗？还是可以重一？那个就是要刷，你要刷掉的东西，看你要不要刷掉的。哦，我没有觉醒，我先打。不是龙爆破、哦，狩猎敌龙爆破，冲枪龙爆破，长枪龙爆破，片手龙爆破，各属双刀爆破，各属进攻，各属哎、欸、都是龙爆破啊，好屌、哦！
他跑了，没有人要跟他打。刚第一场跟我们打那个，更变装备。哦，所以再就是刷那个了。看你要不要继续刷别的武器，跟刷那个龙脉石的，还是什么石？你说第一个属性是不是？啊？就是觉醒能力的第一个是固定还是随机的？没有，那个是随机给的啊，看你要不要去刷，把它刷掉啊。就是继续刷同一把这样子。没有，你可以去那个工坊用那个什么钢龙光玉还是什么的刷掉。哦，可以洗掉哦。对对，可以用洗的，就是要狂刷这一只拿那个奖励的那个龙光玉。哦。对。啊，刷那个需要很多的那个什么龙光石啊，龙光石啊，龙光石，所以你要刷很多场，就这样子。嗯。是的。好，他刚好也打了。继续打，晚点再来看装备。对啊，晚点再用，就是反正就是狂刷就对了，然后没有的就继续拿起来嘛。再打完一轮，我要先卸。嗯。干嘛那么早卸啊？等一下要出门。好开啊！好，我拿大剑去砍你胸，看会不会爆好了。哎、欸，等一下，他秘密了。好，那我开。好了，好。所以看到有零的都先拿起来，没有的武器都先拿起来就好了。对啊，我现在都是没有的就先拿。嗯。先看有没有要的，没有的话就是拿那个零。最终目标是托巴特。有人要喝吗？我喝。ご注意を。好了，好了。哎，我放下了，放下一样。やつは消耗するとエネルギーを吸収し、その場のエネルギーが枯渇すると仮想に向かう。これを利用して仮想に追い詰めるぞ。V 破壊や地形ダメージを狙え。行きましょう。抱歉，我抓他尾巴的时候，他跑了。对，我想说，你不是刚刚在抓尾巴吗？对，他判断到我先下来那边，喷喽。可是他现在是右边比较靠近，
打左边。打左边。打江江。好，江江。哎呦！要打右边哦。好。扫地机器人呢？狂扫！这样够吗？看一下，看一下可不可以啊？好像的话就炸、啊。哇，我没九桃。被他盖住了，好像不行欸，有点还是有点远的感觉。那就再一让他过去一下，感觉这是怕龙啊。知道了，他像火龙啊，应该是怕龙啊，火龙怕龙。打他的左边，打他的将将。哦哦，挡住挡住挡住！可以了吧？可以。我就砸。我被打了。我也被打。有没有可以砸？有没有人可以砸？我砸了，我砸了。啊！打他的左边。打错边了吧？错边了，这是杀掉我不是吗？我在打胸口啊，所以我没有在错。打哪一边？我打的这方向才是对的吧？啊，你刚刚说打他左边呢？哦，没有，啊、是我讲错，不好意思。对。哦，就你在哪？回来了，被你打回来了，干！我只是软化一下而已。干，叫你再来！不是，我要打胸口，我要软化哦。我干！啊，你们三个打那么久，啊，我软化一下就过来，我怎么知道？你剪尾、欸。我真的是来剪尾，哎呦！好、啊，感谢你。快点走，我要被打了。一样把他右边，一样把他右边。有了有了，先先过去了，各位，打得不错。你妈你妈！很少、哦。靠！来不及扑，他直接喷我脸。哎、欸，终于碰到我！哎、欸，可以哦。现在吗？不要吧，等一下吧。等一下吧，好好好，我感觉嘛，我这边看感觉可以。我这边是看不到，被他翅膀挡住了。可以啦，可以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一定可以。第四个。四个。破拉草。啊，不行，你在那边。妈，你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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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理他。真的不要理我。可是反正飞过去了。没事没事，不用理我。他有被虐，他有被虐症啊，不理他。看谁有被虐症啊？都是你在被打哎、欸。不是说不要理你，很想被打的感觉。
两边都爆了吧，是吧？啊，胸口真的好难砍、啊。我刚刚跟我玩第一场的那个大剑很强，过了吧？把他胸口砍爆了。哇！弹了一枪。没跑了，有这就比较快，两颗豆砸到就穿出。我去补弹药。好，我也去补一下。皆さん、翼竜で移動を。破壊された壁に向かってください。好，那我继续攻他头。我尽量砍胸。哎、欸，这样这场没人打尾巴，对不对？尾巴一定要断嘞、欸！尾巴一定要断、哦、明明要去打，明明要去打。好。尾巴120点哦，这个一定要打掉。而且最好断的就是尾巴，分数高又好断。我的天哪、啊！你怎么砍下来啦、啊？油被破了。哦，干，直接喷在脸上，好色！太晕了，太晕了，尾巴交给你们了。这么远，需要闪吗？不用，不用，不用。干超炮，打了三枪都没中。你这个烂炮兵！我吸。好，你吸你吸。等一下，我抓不到头。要喷我，小心哦！太晕他抓上去都是抓两手、欸、他胸口太大了。这边是对的吗？怎么还没找我？
还瞄我、啊！我要掰了，我要掰了！好，我去，我去。啊，他们要破四只啊！哎呦呦呦呦！来了，我起来了。后面磨刀被炸死，对啊，然后逃生出去。我现在都很怕。我干！可以可以。是要走还是往下？往下，三区才会离开，除非你一二区没有在打。我回去补弹药。你要不要免斩断尾啊？我觉得尾巴有点到极，可能砍不到。那不然我来帮我扛尾，我现在胸口有点难爆了。我晚点一定要去看一下影片，看他们有没有断的。我早上跟那团打野，只有负责断我而已，其他部位都不关我的。ついに最下層だ。もうこれ以上どこにも行き場はない。慌てず奴を消耗させて、エネルギーの枯渇を狙え。劣化した断片があるわね。壊れやすそうだけど。利用できるかも。好，准备免了。还有。気をつけて。哦，好，那等下多一点再免。尾巴，哦，一千，好爽！可是他不出来，我免不了啊！我打一下一千二，他直接盯我了。可以了，可以，我打，我打，我都免了。啊！
啊！被免了，免了，免了！不动兽医搞死了，免了，免了。位置不好啊，跑我也没办法了。下来了，不动兽医让我连掉三下来。没断，断了。我补了一刀，尾刀仔。那胸口有办法帮忙吗？叫你叫你。有，我正在打，那个晕啊。我又死了。哎、欸，我没看过这一招、欸。我傻，我傻，傻。没有，我傻，我傻，我傻。我被他击中。你等下我要直接走不是吗？哇！你不去两次了、欸。我在挖，我在挖。等一下，我把他的仇恨吸走，换你们挖。啊！你要直接。挖也是素材吧，应该不会挖到龙光石，好像也还可以。大大大！哎、欸，怎么没有？我这个位置可以顺便挖素材哦。看，我是提供良好意见给你们。这么刚好？对啊，我挖完了。你吧，往这里。我吸引他吗？我挖到一半，被弹刀啊！啊，爆上来了！还敢被打，被石头砸！不要！不起来，我不起来！吓我一跳！我现在吸得到吗？那我吸，我被打飞了。打不了。哎，明明你直接带过来算了。带过来炸他，我才有办法，我才有办法吸引他。哎、欸，好像可以了，好像可以，好像可以，好像可以。有了，有了，吸到了，吸到了。好了。二度。查一下好了，这种破坏到底怎么用？超难包，我们刚包了那么久也是包不了。山区的时候，名次临界的时候，直接狂打胸口。名次临界的时候狂打胸口。对，他们说建议在临界状态时狂，全部的人都去打胸口。哦，那也必须要有一个人控得了他、啊。一个拉仇，一定会有一个拉仇恨啊，因为临界是山区啊，所以就是拉仇恨的那个人要去想办法拉。
应该是这样子啦。欸，头还没爆呢。对啊，头刚没爆啊。等一下，我跟咪咪先打头。好，你们先打头。先破，然后破完之后，就是等灵界的话，我就给我拉就对了。靠、哦，有对金太要问哦。下面啦，有没有到一堆啦？哦。看到一堆金炭。我有报酬金保险。没事。他们出来了吧？那就我开。对啊，四只脚是各20点，胸口200点，所以胸口应该。那所以脚，我觉得应该先破，应该先打胸。反正。最主要的就是头嘛，头两段就180，尾巴断掉120，翅膀两个100，翅膀一区应该就可以炸掉了，所以比较。啊，再来就是背部嘛，背部也100，一区也应该炸得掉。那就是胸口啦，胸口两、哦、胸口200点嘞、欸，胸口真的很多。お待ちしてました。咪咪，你说一二区先打四只，不是先打头？哦，我说你在那发呆是干嘛？没有，我在看影片，我在看他说要怎么打比较好。在看我们要多久？啊，洗杯瓦固。哎，啊，全世界等你一个。就喊一下嘛，我想说，我看得很认真。喊哪里啦？我知道你在干嘛？在喊哪里啦？喊市长这里。啊。OK。哎、欸，你们不会拿粉砖啊？不需要，不需要，我会去拿。留到第三。啊，那四只先交给你们了。锤子说要打后脚，好啊！我说要打后脚，还是他叫我打后脚？他说锤子那个，哎、欸，锤子的肉只要打后脚比较好。好，哦，肉。你在爽什么？
没有，我看到这个人说，他说最简单的波位只要破坏掉的话，再烂的团都可以拿到四个奖金。哪里？翅膀、胸口、尾巴吗？就是尾巴、头跟翅膀啊，全部破一破就会有十五点了，就是要两场啊。哦。他说，就算你是一个再废的团，你只要这些地方破完就会有了。哎，背部我刚好破哦。有啊。哦，对了，我G掉了，我想起来了。现在就是头要断啊。你把他带过来这边打我干嘛？好的。赤龍が最下層に移動するぞ。おすすめだ。気を締めてかかれ。最后就补了。床の穴から翼竜で追う。还没爆。急げ。对啊。不知道等下够不够爆。不然等一下头我用扩的好了。不过，我们下来喽。来了。哦呦。不用现在胸部变成弱点了，哦，他有说哎，还不会讲，睡了睡了。哦，就是 Apple 讲的时候，这时候胸部的时候就是弱点，而且集中打胸部了。现在，对 ，Apple 刚我说话，他终于有用了，快，东西给你上。秘密，头我用最好，你先帮我打胸。应该不抓他们吧？现在还有吧？胸口是胸口是好抓了。等一下，等一下，我没办法拿，他扫到我这边来了。好，我帮忙拿了。啊，拍谁？哦，还好。头破了一小部分。这是一部分哦，不是大的哦。我知道。大。哎、欸，干，距离太短，差一点。哇，啊，
你太短是不是？我光命就有讲距离。啊、欸？他胸口硬了。好好好。等一下，现在是谁？有爆了，爆了。你们要带另外一边，这边也有、哦。然后我把那个拿过来了。胸口又软了。好，再鸣一次，再鸣一次。等一下，我不要针对。哎、欸，发生什么事情？看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的猫了。我其实也没看到你什么，我的猫。有，我回来顺便补了。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什么都没看到就爆了。很香哦，好好好，我继续免了。别人还打我。太高不熟，开大。这个是哪里？我不要再这个，好恐怖。没事。搞炮我在瞄，我在瞄。他头还没有断爆哦。咬我！怎么那么碎？碎了，碎了，碎了，碎了！啊，干！刚好解除哦。没有，已经解除很久了。他开完大就解除了、啊。是哦。嗯。直接扎胸了，直接扎胸了，我也没带炸弹。还有吗？我开了。直接开，直接开。开门讲啊！拍谁？没事。没有，我跟他讲。没事。又软了，又软了。不起来了，我不起来了。摇他晕了，我来，干好被他翅膀卡住。喂、欸，仗还没爆，1400哎。好。我们在马他哦，嗯，我怎么转身没有触发？好了，躺了。妈的，时间差。
哇哇，我这一刀一千四，我觉得是第二方面太时间没抓好，对，头还有一边没爆，对，而且头没爆，感觉这次的奖励很差，应该只能拿三次而已。分数没有到15的话，你只能拿三次，拿三个奖励而已，而且荣光石会变少。那感觉第一场就是全部头、翅膀跟尾巴断一断，然后第二场再来破手跟脚好了。对啊，第一阶段头就要先快打啦，可是我要死了。晚点吧，那我第一阶段也拿侧甲打会不会快？不知道分数多少，13的样子。对啊，13的话只有三个奖励而已，就少一个头的奖励吧。我想，哎呀，那么菜呀、啊、我们。先努去，给我钱哦！哦，我也拿到了水。嗯，一样是4把。哎，一样是4把哎。所以13等就有了，我以为是15等才会有、欸、哦，那好像还行。中了要拿破级、狙击跟射击，刚好都有。我拿锤子啊！我刚有说要换武器哦，我有讲，我要提醒你，不要再就没再听没、欸、第二把、欸，我不听我讲话的、啊。对啊，啊，你刚有说吗？没有没有。麻痹太刀拿一些好了。冰太刀，赤龙狙击弩雷有屁用吗？哦，就是打属性的。你说重弩拿什么？破击狙击应该够，可是我晚点再看吧。好了，让我们直接招两个人。好啦，你们有继续打吗？好，那我们这边两个都先撤了。好，拜拜。那先拜，晚点再看看。大概8点左右会上吧。好晚。我尽量吧。拜拜。拜拜。哇，他们那一团感觉人也跑了。嗯。野台妹也溜了。
对吧、啊？他们休息了。没有队友了，要去找野团。好了，那我先来洗一下属性好了。还有名次的衣服做吗？有啊，名次有啊。哦。外观也有、哦，外观是明灯的。装备的調子是如何？然后饰品也有增加。名次龙哦，嗯，是在哭哦，啊，怎么了？没事哟。伊有够安怎啊？无，无。我要打还是十点之后才能打、欸？七点打的话，打到一半他们开团。哦，对哦，你有那个。对啊。尿尿，棒流，棒流，差多少人啊？差14个人。
没错。快，阿公叫阿嬷进来。没办法，这时间下午人比较少啊。我知道啊，所以我今天才没有问你们，我就自己打。好吧，我说你们在吃菜。去把外面的金汤回一回啊！好，我在刷我武器的那个数值。还好你是说上学，不是说上班。哎、欸，啊！如果他那个觉醒能力，那个意思就是你要再搭两个装备，是不是？什么意思？什么觉醒能力要再搭两个装备？就是觉醒能力的第一个啊，不是都是先一个龙的名字吗？哼。哎呀、啊，啊，那个是什么意思？还要再搭两件那个装备，是不是？还要再搭两件装备啊？比如说我现在双刀是什么钢龙之飞翔啊？嗯，嘿啊，我现在就只有一个嘛，就武器的。哦、对啊，就是一啊，所以你只要配合钢龙之飞，想看到几件，就在身上再穿两件就可以了。哦，要到三件的话，哎呀、啊，所以就是刷到自己要的。对，就是刷自己要的。哦、嗯，岩龙三龙的真水，嗯，侧甲是炮术吗？对啊，就龙三龙。哇，那我不是刚好刷到哎、欸。哎、啊、呦，水哦！啊，水啦，水啦，水啦！我还是去包今晚的好了。算了，老了真的打不动 PVP 了，要隐退了。你看电竞的年龄，25岁就衰退了。嗯，差不多。对，阿姨，我已经我已经30几岁了，还要故意装年轻20几岁。差点都听不下去了。青奴推荐驯龙或龙三龙真水。驯龙不就是打那个吗？弹丸节约。对。嗯。还蛮强的。刷到我的龙光石快没了。
近战武器都是阎王龙吗？阎王龙都没有，赞哦！抓不到反动力。晚上能去蹭吗？不是啊，啊，我们晚上结束后要看有多少人啊。而且我们应该也不会满啊，所以我们一定不会满啊。对啊，所以一样是 OK 啦，但是就是要。对啊，我们顶多就是凑两团而已吧。然后你我将节操，啊，然后这边观众。粉丝再抽个三个四个，还有奈斯他们、啊，就奈斯啊，奈斯嘛，猫之翼，我不是还有黑月醉醉，哎、欸，这四个啊，奈斯那边还有土拨鼠、猎魂，跟那边还有几个人。这音色是什么？来看一下，自我强化，特殊装备消耗减少，好烂哦！特殊装备消耗减少不就是衣装吗？我不知道，昏厥无效。嗯、啊，个笛子好像还好。秀秀怎么可能有时间打白痴哦？秀打这个我已经骂死他。哎、欸，这只龙好恶心哦！啊，我怎么死了？然后看他蓄力在场外一直绕来绕去。能发生的状况都讲完了，还有什么？对吧？嗯。呀、yeah, ，刷好了。刷到啥？我的闪弹。哔哩哔哩充电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吗？不知道。哦、oh, ，因为我的哔哩哔哩号有本月有六人帮忙充电，感觉赞助之类的啦，支持，支持。我没有。
嗯，来，不然晚点再说啦。嗯，继续用一个吧。嗯，也是赞助的一种，我记得。哈，好，我去开麦快的。好啦，最后，靠腰，干你的嘞！什么声音？很大声呢。嗯，看一下今天见面有多少人。今面我再考虑看看呐、啊，比较想打名次龙，想打龙单人，改标题。好了，我们回来了。那个，我们去挖隔壁好了，隔壁先挖完，再把这边整理好。你回来了啊？你不是不打挂麦快不打字？哎呦，选项声音。哦，好，然后啊，没然后了，听歌听歌，剪片，为什么的这个越来越低了啊？低潮快爆了！嗯。再继续挖，刚那个是被烫到的声音，就有时候被烫到啊，我说啊，戳戳戳戳戳戳戳之类的，刚是被烫到的声音。哎，到八了哎，来啊，来看看可以挖到多少个钻石。
说好的15分下课就还在上。好，感谢你的挂台。15分下课。你是大学生吗？那个应该也没有老师想要加课吧，因为老师不是也会很想赶快走的那一种。哦，是补习班老师哦。中学，哇，那是真的很喜欢加课呀。没有会想打那个刚刚那只龙，是因为那只龙也是目前 PS4 版本目前开的最后一只龙。所以很多最强的装备都是要从他那边打来啊，刷来洗来啊。想说赶快把装备搞一搞，弄一弄，就没有，就可以无忧无虑的过一些生活。可是开魔物就是观众看不懂啊。因为我这边比较多是为了看游戏而看的，不是为了我而看的啊。很多啦，我说很多，少你们是少部分的，你们很多看不懂也在努力挂着。呜，哒哒啦。对啊，人少部分的人，不行。好，那、啊、就说少数吼。你看刚刚一打开魔物猎人，就掉了10个观众。哎、我之前有听一个传说，就是你挖不到钻石，你只要把一个chunk里面的石头矿泉挖完，就会有至少有一个钻石。我当时听这个理论是个放屁的理，因为早期资讯不多，所以很多随便讲，大家都随便信，然后就是一传百嘛，一传十，十传百。就像人家说岩浆附近很容易遇到钻石，不要相信没有根据的说法好吗？那只是刚好有裸露的钻石在岩浆旁边。好像还真的没有钻石哦，来掏干净哈。
当个蛀虫，把牙齿蛀光光。1.16挖完一个区域不一定有远古碎片，嗯，本来就是不一定有的啊。那个本来是看脸的东西，好不好？我这下去就死了欸。哦，那这时候要放一个惊叹号的声音。国外的人也喜欢这样子挖啦，就是挖到基岩这边之后，再用玻璃填平，因为可以做很多事情啊。这也算是一种生怪压制啊。之前国外有一个人是一路向一个地方走，他开的好像是1.2吧。就一路走一个方向，然后就持续都有在开台，然后好像就连续开了100多天，可是我就没看到开台了。按，哦，按迷蒙，追一下。最好笑是，你看下面那个没有挖干净，然后怪可能生在那个下面，然后又没看到。啊，挖干净。這是牙医模拟器。放假了哟，恭喜啊！那我下次 UHC 还是什么的，我就开启这个模，这个显示 chunk 的。然后只要在14层以下挖空一个 chunk 就好了。
该没了吧？好，再入玻璃啦。有够难走。OK， 应该没了吧？既然上面不会升怪，不会啊，所以就是升怪压制啊，然后在这边补玻璃啊，补玻璃是因为要好走啦。哇，石头又满了。嗯，烧掉又觉得可惜。然后是这样补，哎呦，补这一层。我本来当时新大陆也是要这样的、啊，可是后来想想算了。看到基岩就好丑，然后是留原本的石头在这边，因为那时候没有想烧玻璃，那时候玻璃要挖又离我们太远了，那时候用海底遗迹吧，就把玻璃弄的沙子弄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没有弄了。怪不会生在基岩上啊，不会。然后所以那时候我才会说猪人塔，有没有？有印象吗？那时候我说要穿基岩，就是要在基岩上面盖那个猪人塔，因为基岩是最好的升怪压制。长知识了，这是尝试了，小姐，这是尝试哦。
哦，你没听到、哦？不是啊，而且这真是尝试了呢。没关系啊，很多尝试也是人家以为啊，这是尝试啊，啊不是哦，我没有听过哎。就像兔子有六个门牙一样啊，这个对养兔子的人来说会说是尝试。啊，对没养兔子的人来说就是什么兔子有六个门牙啊，或者是兔子没有肉球哦，兔子没肉球这种东西，这就是差别。就像网络上不是有张图吗？就说耳朵抱歉，不好意思，你们的耳朵应该裂开了。哎、欸，我要讲一下，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哦。你看，一男加一女，一加一会做到大于二的效果。六个门牙是什么概念？就是兔子的上面的门牙会有四两对，一对就是两个门牙，啊，下面会有一对啊，一对都是两个啦。好像讲废话哎、欸，反正兔子上面会有两对，一对在前面，一对在后面，然后下面还有一对，总共六个门牙。OK， 好了，这边大功告成，我们咻，我差一点，差一点。好啦，这边就用玻璃围起来吧。你超恶心。像我这个，你知道，就是因为太有想法了。所以我那时候在学生时代，老师都觉得我是问题儿童，因为我常常讲一些老师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我讲啦，生物课的，就以前生物课或是国小那个自然课的时候，我就问老师：“啊、老师，为什么人家羚羊哦，羚羊跟小斑马一生出来马上就可以跑，可以跳啊？为什么人的话要照顾个一两年呐、啊，两三年呐、啊、才能受到保护之类的？”然后老师就不知道怎么回我。然后后来老师给的答案是，人家是动物啊，动物有它的本能在啊。我说，所以我们人是什么？动物的最顶端之类的。然后说，所以我们越顶端的人是不是越白痴？就像有些生物可以那个啊再生啊，通常那些再生都是比较偏啊怎么讲原始的物种还是什么的。不然老师常常觉得在刁难他。没有，我那时候会觉得我刁难是因为我是成绩是后段班，就是倒数的同学生。然后就觉得我在刁难还是什么的，可是好死不死，我刚好就是生物自然这些都可以考将近满分或甚至满分的那个，所以我们班上有些学霸就觉得我在作弊之类的，我就说就很好笑啊，我其他科目国英数自然地理那些全都没超过20，好就讲好二三十分。就唯独自然科学这种，不，科学不行，自然生物这个，我可以考到98分、100分这样子。我想到最好笑的是那个，我当时有个题目错，不然我是全班，我那时候也是全班最高分啊，我就只错在一题，而且我错那一题是95分，那如果答对就是100分。那一题全班就只有几个人对，
啊，那个题我也错。就是好像说什么，哦，铁泡在哎、欸，哦，他说什么东西会使铁生锈？一海水，二水，三油，四以上皆是。你会选哪一个？一是水，二是海水，三是油，四是以上皆是。我就只错这一题而已。那其他人呢？这题题目，什么东西会让铁生锈？水、海水、油，以上皆是。好，那我要讲答案了哦。答案是一。我那时候是答二，答二的原因是因为有盐，对不对？但是老师出的题目是说什么会使铁生锈？撇除海水那种东西，答案就是水。因为他只是说让铁生锈，没有说要让铁加速生锈，所以我被这一题骗到了。这一题对的人很少，因为大家都是选那个海水。油一定不会啊，油会阻滞氧气啊，所以我被这一题骗了、啊。对啊，这一题有陷阱啊，答案就是那个、啊、水啊。然后那时候还有其他题目吗？因为当时真的大家都以为我作弊，所以每次有一些可能人让什么学生、其他班同学就是问说，啊老师这题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来来，有请那个同学来，由你解释。我就哈，我是真的这样啊。哎，我真的很问号哎。连老师都怀疑我成这样子，我作弊成这样子啊！后来是事实证明我是真的就只有自然类的真的比较强，所以当时才开始有那种一技之长这种东西也开始出来，不然以前就是就觉得都是学那种就是高中为主啊，就是念书为主嘛。啊你有专长那个是你的事情啊。啊是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才开始有那个什么推动，对吧？不是推动，就是开始鼓励说有专长的学生这样子。可能这个学生读书读不好啊，然后但是他就是，哎呦。但他其他基本功就很强啊，不基本功啊，讲什么？可能比较会修电脑啊，会修车啊。啊，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我这个是走这方面的，因为当时我坚信我比较会的是画图。那事实证明我错啦，我比较会的是开车，没有啦。而且那时候老师也说奇怪，你逻辑明明很好，为什么你数学这么差？我说我不怎么知道，我不喜欢算数啊。因为之前有做类似心理测验的东西，然后就在那个在用大家的逻辑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也好不容易解出一些题目出来，然后那时候老师就说奇怪的。啊，你明明数学不是很好啊，为什么你这个题可以解得出来？干，火把也算是物件呐、啊，难怪长不出来，等那么久。
你英文好，英文好很好啊。我跟你讲，男生或女生英文不好没关系，只要你学会这个单字就会了就好了。你只要会讲 I love you 就好了，对吧？我英文不好，但我至少还会讲这句英文。哦，最好笑是那时候有一题，好像这一题是老师好像没教的，但是答对有额外加分。那什么宇宙的起源是什么？这个，这个是填充题。然后老师这一题就是额外，就是写在最后那种额外的东西。然后因为这一题就是，我们之后下学期下半那个什么第二那种。反正有三次期中考嘛，第一次期中考出这一题，然后这是第二期中考会上的科目，然后就说宇宙起源，我就写大爆炸，然后那时候真的就只有我答对，什么宇宙的起源是什么，然后大家就写什么宇宙什么恐龙的诞生还是什么的，对，我就写大爆炸，然后就只有我跟一位学霸答对而已，然后我是。然后我真的觉得那时候老师很得意，就是很得意我怎么就是生物好成这样子，其他科目可以差成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很喜欢看国家地理频道啊，还有时候都播天文地理的啊，然后有的没的啊，恐龙诞生啊，不是就宇宙起源嘛？他不是说地球的起源，还是地球的什么鬼东西的？哦。我跟你讲，要不是现在，我真的都跟高中同学不是失联，因为我真的高中没什么朋友，因为我本身就是个问题儿童，而且主要是当时我留的电话，因为我以前的字真的很丑，现在也好不到哪去了，就零跟六写太像了，所以我的电话号码是当时他们可能有办那个同学会。但是就是电话打不通，真的只能怪我字没有学，字没有练好啊！这边还没整啊，想说这边还有什么鬼？然后我这边啊，这附近有一个地方有蜘蛛圣怪塔，那因为那时候找史莱姆 chunk 的时候，有刚好想说圣怪塔，不圣怪砖，然后去找一下，就在附近有一个圣怪砖，应该是蜘蛛的。不是，就跟你讲，当时的这个答案我们还没有上到一二三四，因为这个只是额外加分用的。哎，怎么那么黑？我总觉得今天这个特别黑啊，这里。我的幻觉吗？我总觉得这里特别黑啊。贝蒂的留言，你被吃什么留言？我看一下哦，宇宙的起源是靠腰哦。你要我讲出来吗？贝蒂说宇宙的起源是鸡鸡。哎，你们我怎么觉得今天这比较暗呢、啊？没有，那个也才加五分而已啊。加五分，我100分也不会加到105分啊，很得意啦。好啦，没了，其他没什么好炫耀的。所以那时候还有说什么？那时候上到那个，蝴蝶，毛毛虫变成蝴蝶的那个叫变态嘛，对不对？完全变态啊！我就觉得这没什么好笑，就班上那些就会想歪的，就哈哈，怎么变态？怎么开始在笑？我觉得一群幼稚鬼，没见过世面的幼稚鬼这样子。
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一群低端。少、哦，怎么少？我每次考试都把很少同学答对的题目答对，可是大部分答得难，那你就异类啊。像同学喜欢拿注射器来射来射射射。哎呦，现在聊天是不是开始开车啦？改天要去那边迎村民过来啊。哇哦，然后把地狱门往楼下盖。撤！哎呦！哎呦！要五点了，要五点了！都想叫我的 FB 跟你告白，都只出现你的留言。你说谁啊？贝蒂的吗？还要在一起啊？在一起，在一起，让他生，让他生。哎呦，来，我问聊天室的哦，今晚想看魔物的打加一，想看麦块的打加二。想看我露脸的没有啦，给我钱。至于多少钱我不知道哦。
给到我可能嘴巴张很开，张很开，眼睛张很开，张很开，然后讲到说你白痴哦、喔，真的给那么多之类的那种，都要。哎、欸，我刚刚是说什么？第一个是麦块吗？还是第一个是魔物？干打加一魔物的一定是有玩魔物的啊，打加二是只看麦块的啊。露脸加三，加个头啊，加三。想看贝蒂的照片，打加三哦。哎，贝蒂，你把照片给我吧，我贴在那个荧幕前面。把照片交出来。我想玩什么？都想玩呐、啊，就是跟你讲了、啊，麦块的玩麦块才有观众嘛，才有业绩。可是真正想玩是玩魔物啊，但玩魔物就是没业绩啊，所以我应该还是会选择业绩吧。你看，人不得不跟钱低头，所以很多那些艺人啊、公众人物也不能都骂他们啊，就真的有可能经纪公司签约什么啊，过压力在啊，所以也。他们也不完全都是，嘿，啊，不过那些是发言也要对自己负责任啊。你只有一招，哎、欸，这不要乱讲话呢。来，贝蒂，照片交出来。嗯哼，嗯哼，哎、欸，五点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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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看，我看太大声了吧，不好意思，耳朵受伤了，不好意思，贝蒂，道歉，贝蒂。你是说那种学生大头照吧？给他闪，没有，要那种金钱符号的脸，有没有？像转圈圈，转圈圈，转圈圈。像这种脸有没有？这个脸，没有啦。哎咻！先把这边声音关掉。帮我叫小猪猪露脸好了，猪猪啊，喂你那么多蚊子，你要不要意思意思一下啊？捷运，你是不是喜欢他？是不是喜欢他？他追我这么久了，对不对？哦，是的。我拒绝。他真的越来越近了。你只是想要害我？没有。你只是想要喂胖他？我不要。拒绝。然后不要，等一下以后看到那个短头就说啊，这哈基奇耶啦。啊，哈基奇耶，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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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啊，母的都比较胖。我也记得母的会。你这是什么意思？有点。你这是什么意思？就在还是你？猫咪。哎呀！抗议的抗议的。哦，难怪你要白色羊毛那么多。对啦，啊，我死了。你怎么又好讲？哎、欸，那你可以，你可以，其实你可以去挖雪啊。可是雪我怕会融掉。不会啊，不会啊，雪不会融啊、哦，不会啊。你啊，你不是建筑师？
把不把把不的部分啊，把不，哎呦，干嘛？你为什么笑把不？不行吗？把不怎么了？突然想笑，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就是突然想笑。啊啊！喝酒，不要玩。看来是因为把不想笑啊。你是要做雪人吗？也是可以回去。以前还有一个很红的那个偶像剧叫《浪漫把布》啊，有吗？啊，好像有。北兰，他浪漫把布啊，嗯，是把布啦，那是他的续作，好吗？哦，他在描述他们就是成功，对，可能成功在一起之后开始一起卖把布这样。对对对对对，创业成功的故事。对，创业成功的故事，哎，励志，哦，推荐大家去看哦，很好看，对，真的超好看的，很推。浪漫把布。他好像只有在那个2月30号才会出来给大家看。对哦，真的、哦。对，哦、所以对你们要把握一下机会。哦，那机会难得哎。对呀、啊，对呀、啊，还真难得，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机会。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机会啦。做梦的时候就有了。做梦的，记错日期的时候就有了。你怎么是八颗星？看他都被解掉了，看他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状况？为什么是小雨？哦哟，喂，小雨为什么爬在我阴间上了？小雨为什么？然后你把阴间拆了吗？把阴间拆了，好可怜哦。哎、欸，我是不是每一周都一定要弄死小雨吃啊？天哪，暴累死！啊、哦，这样还能死？天哪，我真的快追上去了，不要啊！哎呦，为了盖这个东西，我为了盖这个，你是喜欢我，我是这样的。天哪，这么想追我？我的妈呀！反正你在哪里？等一下、哦，我不跟你讲。等一下、哦，我才不跟你说嘞！我在淡水。淡水，你要来吗？轻轨搭得到哦。好了，等一下就回去。等一下就我要站你一下下。有人拿章鱼烧给我，可是他说要赶工作。好爽啊！章鱼烧可以吃。搞不好章鱼烧都已经凉掉了。章鱼烧，章鱼烧，我等一下吃给你们听，再改啊。我准备好了，我等下去夜市找，晚点了，不要，好好，我是说说的啦，我等下买回来给团团吃，不要，你是不是喜欢他？是不喜欢他，不要，我这么久了，对不对？哦，是的，我拒绝，他真的越来越，你只是想要害我，没有，你只是想要喂胖他。我不要，姐。然后不要，人家以后看到那个团团就说啊，这哈基奇耶啦。啊，哈基奇耶，对。啊，我回去了。小雨，我怎么把如此的经验拿出啊？哎，我来，这个交给。对不起，我没有空。你在那个漏斗那边放个方块，然后用压力板那个，或是那个那叫什么？嘿，反正你懂。就是要让那个红石充能，那个让它充能，让它不会往下漏。嗯，不会往下漏之后，就可以直接一个拿出来了。来，我示范给你看。啊！你只听到，你不是说你没空？好，我要站你，我站你一下。突然有空了，突然有空了，突然有空了。哦，为了经验呐、啊，拜托。还有什么任务啊？哎呀、啊，啊，我在野外。你在野外？你喜欢在野外？等你回来。好，你喜欢在野外。洋洋，洋洋，刚刚这个，你们两个，我刚听引擎的声音。看风景嘛，对不对？野外风景特别好。梗，没有，我说风景。啊，风景很棒。嗯。这里有什么红石机关啊？这要干嘛？啊，那个不要理他。那个红石商人可能去回收一下，刚刚那个啦，他是送那个马铃薯的。你每亮一下就有人会死掉，哦，我以为是每亮一下就有一个马铃薯会死掉，就有新的马铃薯会爆。对，哎，所以你有一次成功吗？
没有，刚刚只有拿了十等出来而已。啊，你应该是被拿走。好、哦，是谁？哦，是谁？是谁？老鹰，你是凶手，不是我，又是大老鹰。老鹰是不是你？柯南的音乐播出来了。对，就代表有人死了，是这样吗？他真的是死神小孩、欸，真的到哪都死了，死小孩，死小孩，真的是死小孩，坏了，死小孩。鱼尾你要用什么？我这里要铲掉、哦，怎么了？没有，啊、白痴，我怎么突然挖掉？错了，老鹰有目的哦。你想干嘛，大老鹰？你想干嘛？我想拿你的经验值给你吗？就是你，啊，就是你吗？就是你，就是你，各种偷，偷偷的老鹰，游戏里功夫老鹰，坏老鹰，功夫老鹰，坏老鹰，我是欧布老鹰，功夫老鹰是欧布老鹰，哦，涉嫌抄袭哦。哦，换个动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请说，请说。没有了，没有。他说完了，他说完了，卡住。说完，说完了，说完了，说完了。这个应该有海龟才对呀、啊。啊！我的尸首被带出来。啊！我知道你。你可以雇用我过去让你踩点啊！我们要钱，我是海龟蛋而已。我就是海龟蛋，要拿去赚钱啊！为什么？任务啊！啊？要几颗？我只想要一颗而已。他要两颗啊！那可以先带回家种啊！种？对啊，用种的、啊、种得出来吗？像杰克就是那边对羊撒骨粉一样啊！就撒得出来了，不是吗？没有，我是说要帮他染色。哦，没事你。有个音乐家，干我超不爽的，有人在留言区留说什么？繁星，你下面可以放漏斗啊？怎么两个人突然抽了一口气？没有，因为我在高空作业啦。啊，小雨、啊、怎么知道？小雨在岩浆作业啦。啊，小雨在岩浆作业。哎、欸，我们有南瓜是吗？我有南瓜种子有吧，只是没种而已啊。你要做雪人哦。我因为我有一颗南瓜。是啊，因为防爆真的是不会有那个啊，产不出去。没有，我让他在那边走。哦哦哦！海豚可以种吗？海豚？可以啊，海豚是不能种。你要捡种海。我跟你说。他可以，你就是要拿鱼吸引他，然后他是囚禁他，然后记得要命名哦。嗯，那在、欸、可是好像在是不是下一个版本鱼命名是不是都会消失啊？我记得有哦，好像有看到有这个更新，就之后的听好像有看到哦，对啊，买了哎 ，get 哦，又被射到了，又被射到了。哎呀！我发现了才被射到，那、哦、就没用了。任务没用了，杰、哦、克不能被杰克。你是发人家的路吗？干嘛？你又是怎么了？这个少女般的叫声。我刚刚说、啊欸、有射出去，但是好像没射到，没有射到。开心。哎呀！很难呢、欸，那个楼梯偷偷来，不用了，不用了。哦，要藏那啊，很难的吧？你们可以偷偷私讯赖有没有？哎、欸，你假装没有，你假装一下啦，我等下分你一半。对啦，交易一下啦，假装一下啦。哎呀，下然后逮到。哎呀，怎么有陷阱啊？哎呀，有陷阱，我到底是谁呀？哎呀，谁呀？我好意外哦！哦天哪！哦，怎么坏？哦，我的妈妈咪！就有人说啊，是我是我是我，不是，就跑出来了。有人需要那个吗？嗯，钱吗？僵尸村民。
很缺钱。要我来。我在我家这边有一只瞪着我。我来。一年，我一颗半哦。没关系。我来哦。怎么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牺牲的，让他活下来就好了。分我一点啊。分你一点什么？治疗药水吗？我可以分你啊。哎啊你干嘛？治疗药水没加香菜，不用怕、啊。加香菜。他不理我，为什么？他在看我。啊，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他为什么不理我了，因为我虚弱了。啊！给他虚弱，然后给他精品果。他现在准备要变了，他在准备要变的当中。吃金苹果，吃过金苹果了吗？马来西亚人吃過有啊，一定有啊。来，他进家了，他进家坐，来。不能坐我家。进来坐。哎、欸，这个是有职业的嘞、欸。弓箭手吧？对，这是那个制箭师，所以我们可以砍木头，然后换很多那个木棒了。棒棒！哇，他进家越来越吵了。哦，那天我家真的下大雨。会有声比较好。你问一下，你们有听到雨声吗？没有啊，没有。一点点，你讲话的时候会有。哦，还好。哦，我觉得你要有刷子。我有别的机器在运转。哦，头全部飞走了。哈哈，不行啊！我都忘记，我后面有放音效包了。哎、欸，突袭打完了、哦。好啦，那今天到这边啦，感谢今天的收看啦。今天好像也没干嘛，今天就猎龙耍废，挖了一点点，挖了三颗钻石，没了。挖了三颗钻石，打了几只史莱姆，没了。那、啊、怎么有蜘蛛眼？蜘蛛眼碎啦！这里有史莱姆吗？欸、嘿，来，猜猜会有几个史莱姆球？十个以下，十一个以上。那对吧？应该说五到十，十一到十五，十六到二十。我猜是有十四啦。欸、靠，超过了，然后就故意不打，有没有？哦，十四了，我猜对了，有没有？咻，十七耶，那故意不打，故意拿那个火把，或是拿有的岩浆烧它，差一点点呢，我还是蛮准的嘛。好啦，那今天就到这边啦，晚上七点。应该没办法猎龙，因为打那个的话一定会一直打下去。如果打到一半跑去阿米狗，不是阿米狗啦，那个歼灭的话，这样也对不起其他人啊。然后突然就缺一个人，欸、这真的超像大便拉下来。好啦，那就这样子咯，感谢今天收看，那我们晚上见啦，大家拜拜。这真很可爱。翅膀变成这样子，太小。好啦，我们晚点见喽。那记得再去多看几遍吧。拜拜。杰克的世界冠军应该是下一个影片了。下一步应该就是那个轻松生存最后一步了、哎、不是啊，怎么轻松生存剪一剪可以完全正式两个小时耶、欸、可以剪了快一个礼拜的分量耶、欸、我几乎轻松生存的记录档就是精华了，你们真的有空可以去看的。好啦，拜拜。